欢迎收看股期来点名。那今天整个大盘呢，开盘重挫，那尾盘呢跌多少？跌290点，相对开盘跌多少？跌512点。那等于是这里是缩脚的，这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？上礼拜我跟大家谈的万润涨停，今天又涨了。金鼎涨停，今天也涨。虎航我买进以后呢，到今天连涨4天。我说这个叫操盘，这里面有高价股，有中低价股。我说你要跟上脚步啊。那我一直跟大家谈这个地方，多把你经历嘛。我们看这个大盘哈，今天的低点跟上礼拜三的低点一样，那我说这个低点它不会跌破，因为这里来讲呢，它的融资余额上礼拜有讲过，这个地方融资余额没有像这里这么恐怖，这是悬崖峭壁。那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个股表现，那既然这个地方如果是横盘的话，代表有些股票它往上创新高，那也代表有一些股票一起往下破底的，所以它才会横盘嘛。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谈，你一定要换股，一定要换股。那用你有限的资金呢，集中火力。那像虎航今天又涨了。这上礼拜我跟大家谈，这9月6号嘛，我们谈什么股票？虎航、万润、君华、金鼎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？今天虎航继续涨了，今天去第四天，连五红。今天大盘跌290点了，开盘跌500多点，那时候开低又是一个买点。那像金鼎，这上礼拜五，今天又涨了。我说跟 Coors 有关系的股票，你不需要去等辉农嘛。那辉农公经济数据不好，大盘重挫，它为什么又涨？重点是 Coors 有关系嘛。再看一下万润，不需要等降息啊，只有君华今天拉回。我说你为什么要等降息？很多股票你等到降息，你等于未来要帮别人抬轿了。那现在这一个阶段，为什么你可以买进未来坐轿？因为大家不敢买的时候，大家有点恐慌的时候，你只要锁定成长的股票，低买，你就坐轿嘛。你每一次都要等到水到渠成，大盘所有数据都 OK 了。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就是你帮别人抬轿嘛。那最简单的例子，万润这里涨，你像金鼎，这也是一个头肩底架构嘛。等到下礼拜正式降息以后，不管一码两码，他可能来到这里啦。那你是不是要帮别人抬轿？那你说这些高价股，那我讲到中低价股呢，上礼拜跟大家谈这一档股票很标准的头肩底，对不对？是很漂亮。坐轿嘛，今天刚不热，今天马不热啊，今天马不热啊，这个明明都在进货。
你等到降息，等到所有的水到渠成以后，它应该就创新高了嘛。那我们简单讲虎航，这是个主体，我们在这里买啊，连续买两天。那我一直谈到呢，第一买对不对？你就坐轿嘛，轻轻松松。那今天这一档股票是不是又涨了？尾盘又拉上去了，从哪一天开始讲？从这一天开始讲啊。九月四号，理由是什么？这一天重点是这一天大盘跌多少？这天大盘落999点，它逆势收红，原因在哪里？有人在这里抄底嘛，全部买啊，那这里买进就跟华人同步嘛，我们会员买进就跟华人同步嘛。那华人为什么买？我为什么建议 EPS 嘛？去年赚 4.27， 上半年赚 3.42， 下半年又是旺季，那这里75块有没有机会？如果今年可以赚7块钱，75块它会突破的。那你介入的时候是50到60这中间嘛？它今天又涨了，从这里到这里嘛。这9月4号啊，这虎航这当股会员，隔天9月5号再买进，因为它又开低嘛，这特别会员。华人台教这天大盘落999点，谁在买？我跟华人大户同步嘛。所以当你还在担心整个大盘有没有问题，到上礼拜今天又涨了，那我说他至少75会来嘛，我们慢慢看，那至少这一段就是坐轿嘛。我常讲会会的价值在哪里，会会的价值在哪里，这上礼拜五的标题对不对？虎航万润上礼拜有涨停，今天是不是继续涨？金鼎是不是继续涨？只有君华今天拉回，虎航今天继续涨啊。我解盘都讲前面，从低档开始讲。那很多老师呢，都从高档带会员去追涨，到底谁赚得多？那第一段我要跟大家谈什么？你不用去等降息，也不要等一大堆数据，重点是九月是一个盘整。盘整第一个呢，大盘横盘，你要换股，大盘的精力量我够。那如果你不想换股，那你手中有限的资金，你要集中火力啊。我说这一档股票，我们有一半的会员，两组会员买进，那另外一组会员呢，买进这一档，也往上走啊，全部都赚钱嘛。那我一直谈，我对会员的承诺
这个是重点哦。会让你坐轿嘛？会会的价值是出来了，不是老是去帮别人抬轿嘛？帮别人抬轿，有时候追涨停，有时候可能还会涨，但不小心呢，它就会融资断头啊。重点是你缴了钱，你当然要坐轿嘛。你缴了会费又帮别人抬轿，那不小心融资断头怎么办？那跟着我做没有这个问题。那最明显的例子，大盘在九月份是往下拉回的，它是筑底向上的，而且呢还没有结束，还没有结束。那我说它会挑战 74.7， 那我们慢慢来看嘛。那我们成本在这个地方啊，有一半的会员都赚到了。那我想请问你啊，上礼拜到现在，你是在跟股，还是坐股？那现在来讲呢，还有没有什么股票？我上礼拜跟大家谈这一档股票，对不对？重挫筑底，这股票不给你。那这一档呢？我说我一档一档都准备好了，追加买点。那这一档股票呢？60块上下，任何人都买得起，但有机会带你赚到3成、5成，甚至一倍。要带你出手，那我现在你跟上赢家的脚步。那如果你错过了，错过了虎航，或错过了一些高价股，那我希望你跟上哈。那虎航连续涨4天啊，是一路往上走，从这里开始啊。那接下来这一档股票呢，那我希望你跟上。那我们这个优惠呢即将结束哈，即将结束，把握这个礼拜黄金的买点。我们休息一下。成龙股吴老师会员手中持股，档档赚进大波段。今天入会全面五折大优惠，今天入会全面五折大优惠，请紧把握黄金卡位点。刷单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。素有法人顾问之称，茫茫股海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欢迎回到现场哈。那今天台积电拉回，899，又跌破了900，能不能买？我从年初400多、500多、600多一路讲，除非你买在1000块以上，那不然用平均的定时定额，你还是赚钱嘛。那能不能买？你要看它未来有没有成长性嘛。第四季呢，它又接到单了，高通联发科新的晶片，对不对？今年全年业绩增加34%，它毛利率一直都大于50%，那代表营收业绩增加，获利就增加嘛。那获利增加，股价就会往上走啊，怎么可能会倒退路？我说投资人常要有一个想法，把大盘的方向抓稳了，
那接下来个股嘛，台积电是这样子，个股也是这样子啊。那最近刚刚公布八月份营收，对对，八月份。那万润为什么成长？万润为什么会大涨？连续起两天，因为八月营收刚公布啦，年营收增加多少？497啊，497。为什么增加那么多 ？CoWoS 嘛，台积电的需求啊。那为什么金鼎又往上走？金鼎是鸿海转投资的半导体设备嘛？你看好鸿海，怎么金鼎会跌？台积电往上走，半导体设备怎么会跌？那拉回是不是最佳的机会？那大盘在整理是它的问题嘛？那你手中该卖的股票，你有没有卖？那我记得我在月初上个月一直跟大家谈什么？谈老 AI， 大家记不记得？我们简单的讲一下老 AI， 譬如说广达、伟创、创意，是不是都如预期我讲的往下掉？那你要不要换股？我之前跟大家谈一个重要的概念，我说大盘量缩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，有些股票量缩是因为怎么样？没有卖压，筹码稳定，像什么东西？这个叫没有卖压嘛，主底没有卖压，筹码稳定，这个大户华人一买就上去了嘛，那你在这里跟进，跟华人成本一样，你得解救嘛。底加倍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们有一半的会员在这里买进了，而且买了两天。那大盘在最近这一个礼拜是往下重挫，那该换股的你要不要换股？五个股票起起来，就五个股票落下来嘛。那创意呢？创意当时跟大家怎么谈？1200，这里是压力区嘛，因为这里有大量。低档862，这里支撑区，不会跌破，不会跌破。所以你家先买嘛，落下来再来买嘛，来回做，那至少来到压力区，你要换股操作嘛，或者来回做加差。伟创，这里量缩代表什么？不要以为量缩价稳哦，这个是没有买盘，这个地方法人根本都不碰。如果你了解法人的话，你不会在这里买。该换股你要换股嘛，那还有什么？广达也是一样嘛，筹码比较乱嘛。那所以最近要介入的有些什么股票？中小型的筹码安定的成长股，一档一档做。那譬如说什么？譬如说 CoWoS 概念股啊，像万润、像金鼎。那譬如说像 CPU， 波罗威德勒，这是一个主体，它今天也小涨啊。今天没有跌嘛，大盘今天跌290点。中小型的股票，索马的股票，一档一档做，就跟上面有标题写的 CoWoS 低买，矽光子低买，包括机器人涨很多了，不要追，但也不要去换空啊，又高空了嘛，
是不是加空了？我在这买，这五期停板了，赚五成，先卖一半，对不对？那这一个地方，这个支撑为什么没有跌破？因为这里很多人放空了。那我说这一个地方不要追涨，但也不要去放空嘛。半空刚我探到钱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放空一路增加，底下半开刚好探的钱没谈嘛，到现在还在高档啊，净资比达到 45%， 代表什么？代表加空，代表加空。所以这个地方你应该做什么动作？好好去思考哪一些股票刚公布的月报表，对不对？还有半年报，它可以去逢低布局的。趁大家有点担心不太敢买的时候，很多都是最佳的买点嘛。你像 CoWoS 是这样子啊，那还有什么？还有虎航、万润都一样。那接下来呢，什么股票可以逢低买进？这种重挫筑底的股票，筑大底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有人进场了，它都开始往上走了。那这种股票一走就是一大段，就跟这一档股票一样嘛，一走就是一大段。那这种是低价股，30一涨到60就是一倍嘛。那或者你找这种华人喜欢的头肩底的股票，结果60块的股票就会被最佳的买点嘛，一档一档去操作。不要再错过最好的买点。那大盘在整理，该换股的时候呢，你要做换股的动作。那有任何的需求，手中有股票有问题的，扫描 LINE， 我亲自帮你处理一些股票。我们休息一下。陈龙股吴老师会员手中持股，档档赚进大波段。今天入会全面五折大优惠，今天入会全面五折大优惠，请把握黄金卡位点。刷单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。素有法人顾问之称，茫茫股海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欢迎回到现场，有问题呢可以扫描 LINE。 那大盘在这个地方，昨天跟大家提到什么？上礼拜五标题写的万润涨停，今天继续涨，金鼎涨停，今天继续涨，只有俊华拉回，虎航继续往上走，连续涨4天。那虎航在什么时候讲？这顶礼拜买进虎航，顶礼拜买进虎航，虎航那时候在起涨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是连续往上走。那包括什么？包括万润涨停继续涨，金鼎涨停继续涨。那虎航这一档股票呢连涨4天，从这个地方到今天，对不对？大盘跌900多点，
包括今天是不是连涨四天，轻轻松松做轿嘛，汇汇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。那接下来还有什么股票可以逢低去布局？找一些股票呢，低档整理的，带你出手。像这种有机会赚一倍的股票，把握这个机会，趁大盘震荡整理的时候呢，很多股票它就是一个绝佳的买点哦。这优惠即将结案，谢谢大家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